瓦菲顶替赵新彤参赛中国球员无缘斯诺克大师赛。赵新彤因为遭受世界台联的禁赛，无缘斯诺克大师赛，侯赛因瓦菲将会顶替参赛。这也是在2007年之后15年以来首次没有中国选手参赛。大师赛首轮奥沙利文将对阵布雷切尔，特鲁姆普对阵瑞恩戴。